刷，预防溺水，保护生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 FM100.7，新闻在你耳边，资讯快人一手。一桌火红的全虾宴，口味虾、蒜蓉虾、油爆虾，在长沙的夜市大排档升起。一桌巴黎全鱼席，竹筒鱼、松鼠桂鱼、藕丝竹鱼，仿佛瞧见了昔日里洞庭湖上的。